开心的是，我觉得看今天的天气就知道说今天连老天应该都在 celebrate 母亲节，因为过去几天都没有这样的天气，所以说第一我觉得今天这样的天气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，然后这么多的朋友来到现场，这么热的天气，所以说在这边要就是谢谢大家来以外呢，也要祝所有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。那当然碧玉姐呢是最辛苦的，她就跟这台机器一样照顾了我非常非常久的时间，是到现在经过了不同年代到了2014年到今天，所以说我觉得然后我们两个一起这样子今天一起工作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幸运，因为不只可以跟妈妈一起度过母亲节，今天还可以看到她唱歌，然后呢今天一起工作，然后晚上可以一起吃饭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满足。嗯，母亲节快乐。你很幸运，因为你妈这么辣。是非常幸运，我就是在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幸运，非常非常的幸运。又会唱歌，对呀，应该让他讲。又会跳舞，哎呦，自己表扬，要自己表扬。那讲完了以后，要给一个辣妈一个拥抱嘛，热情的拥抱来一下，我抱起来。要真的吗？那我帮你拿麦克风哦，真的哦，真的吗？冰丽姐有，冰丽姐被那个抱歪，冰丽姐害羞了，抱起来，马上要来一个，好，抱起来了 ，OK 吗？有，抱起来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抱我妈，她不让我抱，都不要。你以前没有被抱过吗？不是有，可是她抱着我，我会一直笑。哦，那就更好了，笑笑的入境嘛。好，来，3、2、1，看一下中间前方哦。哦，好，右手边这边，哎呦，赶快要抓一下时间了哈。让我们这个媒体朋友们捕捉一下，今天母亲节啦，抽汤好来抱着碧玉姐哦。好，中间前方。好，1984，你还要拿一下可乐有没有？